哎呀，干啥呀？我马上看完了，看完咱俩跑步去。哎呀，我这两天我要去锻炼身体了，我不能像前一阵跟你天天胡吃海喝了。我终于有工作了，我的女儿照顾爸爸值得吗？终于可以放松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吃不吃什么东西？我不吃，我少吃点，我也跑步去。老爷在屋子里给你存了多少东西？存了多少这个？你说实话。是的。多。但是你吃一点。你看，你不注意吗？这个就是不爱我。那个没有，你把吃一下给爸爸吃。再给我加一两片吧。我加两片，你给我来，我吃着。这个不算啊，不算。小的。没好。我去拿一片渣渣。你呢？没事啊，我拿一片世界上最小的，这个行吗？行。你的意思我吃了一个小的，你要还一片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必须要公平、公正。哎，好，这就不给了。这个、不算，这是你自己的。不算，这是我自己的。这弄丢的是吧？随便拿个大的。我吃了你一个小的，你要还一片是吗？对呀、啊。算了，别还留给你吃什么，你想吃。哼。来，拿着，拿个大块的。我可以去换更大的。等会儿，我也没有要。没有。你这边给我的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你刚才拿了，而且这是我宁愿给你的。行吧。哎，太不值了。这里面就剩小的了，拿一片尽量大点的，就是个字更大了。行吧。我想在准备准备的时候把我作业给做完。哇，你这个习惯不错，知道在玩之前把作业都写了。可以啊，那你趁着你上去做作业，我再看一点。那你做完作业你叫我，大家一起跑步好吧？妈妈陪你做作业好不好？那我先带他上去了啊。走。